里面他叫我来这边洗手槽冲头，太惨了吧！你不把老艺人当人啊？你看，钟哥在门口，钟哥在门口啦！钟哥，你来了吗？钟哥，我来！钟哥，我，请，不好意思，您车要我帮你趴吗？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趴。啊，帅哦，钟哥比较贵。好，我帮你带嘛。我帮你把门打开，放外面还是先进去？都行，我们不保证不被偷。好，先进去啊。对，随便，您请。请进，我们总监。啊，小钟哥！哎呀，钟哥好！哎呀，今天同学会。钟哥，快走！这边没有通告费，快走！还没有谈，没有。别麦！还要别麦啊！你的客人，你的贵客来。哎，钟哥 ，Hello， 现在有客人。钟哥，这胡子是我剃的，厉害吧？真的，我刚刚原本这边都黑的。他原本络腮胡。对。第一刀下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哎，其实林莎手很稳。虽然他承认他没有很熟，可是他的手是非常专业。剪完有点让印度人的感觉。硬了。有这个吗？有这个。做一定很好笑。你的手机借我帮你拍这个画面好不好？就是可以不、啊、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如果淋到你的脸怎么办？我来了，没关系。毕竟都邀请他来了嘛，我其实是很想要认真帮他洗头的，结果没想到那个水有点不受控，就是我都还没摸到湿，他水就整个流到他衣服，整个都是，然后他就跳起来，我想说天哪，钟哥都湿了，我真的都湿了，哎，我第一次坐着洗，哎，真的吗？他第一次就给你哦，坐着洗跟躺着洗差别在哪里？就是视角不一样哦。哎呦，你真的好像会，还会后面这种按摩。会啊。哦。水。水有点少，你可不可以弄到我手上，我自己拿？不会啦。我自己洗。自己洗啊！你现在说自己洗。他自己洗。我觉得我自己洗比较快一点。哎，看，对，这样。那我来这边干嘛？小哥，等一下这边可以冲头。好了，那你去那边冲头。这样子就洗完了，要冲头了。这你冲那边，在这里冲太困难了吧？这太困难了吧？有了。里面他叫我来这边洗手槽冲头，太惨了吧？你不把老艺人当人啊？你看，我们赶快走。我们去花莲也是这样洗的。花莲。你杨明威洗是这是正常，这样是正常的吗？这样是正常吗？老板娘说是正常的，正常吗？好，那你也是这样洗的。那林莎帮你在这边冲了。等一下，钟哥在这边洗的，不要在那边。他自己在那边洗啊，钟哥，钟哥，是你帮我当油瓶的。好了，那个毛巾给我，毛巾拿给我。毛巾。小钟哥，你到底很苦啊？小钟哥，你太爱了。你这。我觉得可以原地结婚。原地结婚，不管要亲一下。因为平常我跟小钟哥其实就感情蛮好，我们也会互相打闹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就会变得很像一场就是很搞笑的感觉。不会，我觉得小钟哥在实在太好了，因为我就没有那么就是啊，现场不是只有我一个闲闲在扛。终于有别人一起做小舞了，好累哦。你等一下不是要去上通告？对，可以往后吹吗？你把我吹得像阿呆一样。他给我这样子的，哇你呢？我就没有信心了啦，我是艺人嘞。他把我这样吹啊，阿着吹啊，哇你呢？钟哥，你都在抢工作哎，洗完都没有信心了。自己洗，他洗两下就自己洗。我不知道他在猴急什么哎，我会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，然后把他的手绑起来。